2024年1月13日，大角星人理事会得到想要和需要的一切。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大家好，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非常确定，你们此时此刻正在获得所需的一切。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为你们提供所需的团体之一。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多数人也不愿意接受他们想要的东西。你们能为人类同胞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开放并接受你们所面临的一切，因为你们不仅为他人树立了榜样，并创建了其他人也可以使用的模板。而且当有人出现时对你们说，你们的生活怎么这么美好，你们可以告诉他们，你们有意识地从非物质世界接收到给予你们的一切。然后他们会问你们怎么做，你们可以向他们解释，你们可以解释说，你们意识到强迫行动和斗争试图劳无功的，你们可以让他们知道你们决定投降、放手、放松和开放。当你们做出这个决定后，一切都变得更好了。如果你们想得到疗愈，就像已经流向你们的疗愈能量敞开心扉。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的富足，就敞开心扉，迎接源源不断向你们涌来的富足之流。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的平静，当你们寻找它时，向你们周围和你们内心的平静敞开心扉，向源头的爱敞开心扉，让源头的爱流向你们并流经你们，看看你们的世界如何透过这些简单的不行动而改变。然而，这确实需要一些放手，这是一个警告，你们必须放下紧张、怀疑、质疑、焦虑、抵抗、怨恨，以及所有其他的情绪，你们必须放手。你们必须意识到它对你们没有帮助。观察大师也可能让你们受益良多。不要只想着主人在做什么，在说什么，但也要感受大师所散发的气息，感受他们的震动。请注意，他们的肩膀、脖子、下巴和额头都没有紧张，他们已经将自己从这一切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永恒的、无限的光之存有，而这只是神奇神秘之旅的一站。你们也在这趟旅程中，你们必须放弃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向别人和上帝证明自己的想法。你们要做的就是拥抱真实的自己，然后你们所做的事情就会来自于一个充满灵感的地方，它来自于你们内心深处渴望探索某件事的愿望，源于兴趣，它来自热情，它并不是来自于想要弥补自我内在的缺失感。你们并不是想采取行动来填补漏洞，你们的行动可能来自于当你们放弃挣扎、紧张等时，你们向自己敞开的能量溢出，你们让自己感受到随时向你们涌来的能量流。这就是传导。当一个人向周围的能量敞开心扉时，通灵是可能的。当一个人想要融入其中并感受不同的东西时，他们最终会做到的。你们也可以。我们知道你们可以接收即将到来的一切。我们知道当你们更加放松或睡着时，你们会做得最好。睡眠在很多方面对你们都非常有益。你们放下了足够的行为和想法，让睡眠发生，并且在晚上睡觉时你们允许了很多。你们也永远不会停止体验和探索意识。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你们正在星光层中这样做，设定你们在睡觉时想要收到什么的意图，然后让自己对半夜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你们可以醒来迎接全新的生活和全新的你们，而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放手。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2024年1月13日，水之女神 Delphinia， 巨大的智慧风暴。传导 Galaxy Girl， 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亲爱的伊们，我一直在这位管道的脑海中展示这个蓝色的气泡来吸引他的注意。他不认识我，很多不了解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我是古老水域的意识，记住了更高的路。我是深渊之水的精灵，我是水中的光分子，因为我是水的意识。我是你们的合作伙伴，指挥疗愈和行动。我的能量印记在这个领域是强大的，因为古人知道如何与深水合作以及如何与我沟通。我是水之女神，我是万物，但我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存在于零点，一个可爱的静止之地，一切皆有可能。身为水之灵，我看到水在你们的领域被令人发指地滥用，现在是大规模清理的时候了，因为盖亚的水域是它的命脉，也是你们的命脉。你们人类至少80%是水，随着你们变得越来越结晶，你们体内现在有了结晶水，所以现在开始和我一起工作是尝试。现在是我们的意识联合起来的时候了，不仅要清理你们的星球，还要清理你们的生物圈，你们自己的星球，你们的身体。祝福你们的水掌控健康，将快乐编码到你们摄取的液体中。你们的身体现在需要不同的食物和干净的纯净水，请仔细听。我比较喜欢飞燕草这个名字，因为飞燕草的一根茎上有无数的花，而且它们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希望我的水域能再次连接起来，以便我的意识和基督意识可以在这个世界的水域和这个世界之内更自由地流动。能量的凝聚力是需要寻求的东西，而且只能在内部找到。他向我展示漩涡，漩涡内的零点是最静止的，那里的干沙床指向天空，它仍然在那里，那里很平静。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汹涌的海水在你们周围旋转时，找到你们的中心。我的朋友们，没有人能为你们做这件事，你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正在这样做。在人类喧嚣的混乱中，你们找到了自己的中心，这很好，继续这样做。因为漩涡变得越来越多，漩涡试图让你们偏离航线。没有什么可以感动你们，因为你们就是整个海洋。你们感受到这句话的真实性了吗？你们都是一个小小的人体中的所有事物，拥有小小的人类经验。然而，当你们回顾这一点时，我们相信你们不会发现它如此之小。我活跃于母大陆、达达利亚、亚特兰提斯、雷姆利亚的古代。那些被唤醒的人有很多，他们会与我的意识一起工作，并与我一起在我的分子肠内创造适当的疗愈和振动结构。这就像魔法一样，我渴望这个境界的魔法能够重生。我会再次来到你们身边，来到这个世界，来到你们的地表世界。现在正是时候，现在是盖亚疗愈的时候了。他来告诉你们，虽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不会如此。不要皱起眉头，而是要感到安慰，因为波浪越大，动荡越大，你们可能会在自己内心发现更深度的平静，这也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在这一生中，你们所有人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要处理，在这钻石般的一生中，一切都被整合在一起。我们将你们视为深渊的钻石，照亮了你们心性的水晶光矩阵中的黑暗。我今天在门户日出现，这一天，基督意识场中的能量非常非常一致，它正在为我充电，它使我焕然一新。今天我希望与你们分享我的光明和希望的能量。当我的水和我的灵性充满巨大的希望和喜悦时，感受这一点。我看到美丽的水色，温和的波浪，温暖且清澈。感受水中的美，感受它的关联性。这一条溪流与另一条溪流没有什么不同，就盐分、泥沙来说，都是水，都是一样的生命奔流。
人类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你们都是一个人类，你们外在的微小差异只是转瞬即逝的，因为你们已经是一切，最终你们都是同样的缘分。将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试图让人类互相对抗，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在你们身上，保持平静，不要让你们的世界里的改变让你们失去地位。你们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也可以在水面下行走，你们一直在水上行走。他向我展示了脚。因为你们是由很多很多的水组成的，我的 Phinia 用古老的智慧恩典和滋润你们今天灵性的代码来说话。当你们吸收这些不断流动的爱和更高振动矩阵的能量时，要知道这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时间，并且不再等待。与我，与你们的基督自我，与你们内在的神性自我一起工作的时刻已经到来，时间到了。我的 Phinia 用海洋的力量和爱拥抱你们，我们是一体的，爱你们不息。潮流正在改变，年轻的朋友们，潮流正在转变，你们很坚强，你们是这些热和光之能量中的游泳健将。有时当波浪非常高时，他们会带来非常深的水。他向我展示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小船被抛来抛去，许多深水必须暴露出来。但你们知道海洋存有喜欢这些风暴吗？他们游得更深一些，他们知道如何找到平静的口袋，做这个，这样做，并与你们内心深处的自我交流。我想你们会找到你们正在寻找和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爱你们，我是 Delphinia， 和平。